借着来谈谈觉悟的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清贫乐道。这个里面有高度的智慧德行，他了解宇宙众生体现是平等的，不但是平等，在大乘法里面讲的是共同的，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。佛法里面常讲啊，明心见性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彻底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啊，晓得尽虚空变化界跟自己是一个体，我们常讲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好比我们人生啊，整个人生呢是宇宙啊，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实际上呢我们常讲啊，外面的环境是大宇宙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啊，小宇宙跟大宇宙那个复杂的情形完全相等，啊，要依照大乘经上讲呢，这个小宇宙不小啊，大宇宙也不大了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。这就讲到讲得更深了啊，我们这一个众生就像人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细胞啊，不同的器官就像不同的族类啊，不同的故土啊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信仰啊，不管怎么样不同，它是一体啊，一个身啊。啊，譬如我们眼是一个族群，耳也是一个族群啊，鼻又是个族群啊，各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分共同组织这一个身体啊，细胞
无论在哪一个器官里面，都是属于整个身体的一分呢、啊。这一分是基本呐、啊。我们不能说，哎，我这个细胞做好，他们那个细胞坏了，我就不管了，能行吗？啊，我这个族群好，别的族群的时候我就不要管它了。啊，就好像我这个族群是眼睛，只要我眼睛好，耳坏了没关系，鼻坏了也没关系。殊不知啊，要命啊！啊，从这个比喻里面，诸位细心去体会。啊，在这个身体里头。要想这个身体健康，要大家通通好啊！我眼耳鼻舌身口样样都好啊！啊，每一个器官里面的细胞啊，个个都健康啊！这个人身体好啊，啊，健康长寿啊，啊，快乐无比啊！我们这个人在宇宙里头就是一个细胞，我能不管别人的事吗？我能不顾家庭吗？家庭是这个细胞最贴近的周边，那么你就晓得你有责任有义务把一家人教好，把一家人带好。儒家讲啊，做之亲，做之君，做之夫，儒提出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就是所有一切众生，啊，我们讲做人吧，做人的基本义务，你要尽的义务啊，啊，做亲，你是做父母的，你要爱护你的子女啊。做君，你要带领你的儿女啊；做师啊，你要教育你的儿女啊。你有这三个义务啊！啊，这三个字，我过去曾经做过专题讲演。啊，一个人在社会上，无论你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是社会上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，通通都有这三个义务，你要懂得怎么做啊！啊，公司里面固然老板要做到君亲师的义务，员工也不例外啊。员工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爱护我的同事，这就是亲啊！把所有同事看作自己兄弟姐妹，啊，自己在工作上做出很好的榜样给大家看，为大家做模范。做典型，这个就是君的意思啊，君的义务啊，啊，帮助你的同事，
教导他们，那就是思啊。希望你这公司从老板到最下级的员工，个个都第一了。在他的工作岗位上，都能把他自己工作岗这个工作本分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，能够与其他的同僚合作，互相配合。这个团体健康啊，这个团体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？扩大到社会，到国家，到世界，亦复如是啊。所以觉悟的人爱自己啊，爱家庭啊，爱社会啊，爱国家了，爱全世界的众生啊。再扩大了，是爱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刹土众生。他知道是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在佛法里面讲共同业化身啊，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啊？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无缘没有条件的。佛表现给我们看了，一生他就尽到他的义务，做得圆圆满满，做亲做君做师。没有条件的，有条件那是迷惑颠倒的人，是凡夫圣人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哪里谈条件呢？能这个道理呢？知道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，所以看到众生迷就像自己迷一样，看到众生苦就像自己苦一样，帮助众生帮助自己啊。我们身上这个细胞，看到这个细胞坏了，别的细胞要不要帮助它？同一体吗？我们知道啊，左手这里痒，右手就帮他搔搔痒啊，你帮助他还要谈条件吗？还需要有代价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所以今天这个六道众生难在哪里呢？不知道啊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。佛菩萨大圣人给我们说出来的话，我们知道啊，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是一体啊。我也常讲，也写了不少啊，送给同学们。虚空法界是自心相。心是什么样子？虚空法界是自己心呐、刹土众生呢、是自身相啊，是自己的身呐、绝非身外之物啊！这要认识清楚啊，要肯定啊，那你就是入佛之见了，这是佛之佛见了。众生没有这个之见，要慢慢的来诱导他，来帮助他，
众生是执迷不悟啊，执着身世自己，自他对立，对立才产生冲突啊，啊，才产生误会啊。如果是一体，这个事情不会产生矛盾。啊，那我们如何帮助现前大众？啊，我们仔细观察他，他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无论是中国、外国，啊，不论是哪一个族类，啊，哪一个宗教，人人都关心自己厉害的事，什么事情对我有利，什么事情对我有害。啊，要用什么方法我才能得到？啊，现在人得的是财富，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啊，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大家天天想的不都是这个吗？增的也是这个吗？夺的也是这个吗？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，把这个事实真相讲清楚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求财富得财富啊！求智慧得智慧，求长寿得长寿啊！有求必应呐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可是求要如理如法，这当中有道理呀，有方法了。啊，你要不懂道理，不懂方法，啊，你用你的意气去求，啊，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去求。那个结果是适得其反，不但利没有得到了，害得到了。我们生活环境，哪一个人不希求着？啊，不向往安定和平、繁荣、兴旺啊，所以对于这些吉凶祸福啊，人人关心呐。啊，关心环境的吉凶祸福，关心自己的厉害的事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教学，大家很容易接受。他能听得进去啊！最重要的，我在前面讲过，先要把自己修好。啊，利害得失，你看我缘害得利。趋吉避凶啊，我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呐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学佛的形象
非常重要。我们跟大家在一起，我们的形象要好，气质要好，这个外国人常讲的磁场要好，让大家见到你，接触你，就有好感了，对你自自然然升起敬仰的心，爱戴的心，羡慕的心，接着他就想跟你学了。那么现在一般中年人以上压力很重啊，物质生活的压力，精神的压力，那么我们这个形象轻松自在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，他就得向你请教了，要怎样能帮助我压力减轻。你要有能力教他了，教他最好的是形象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因果就非常重要了。我的形象是果报，果必有因。你要想要的好的这个形象，你要修善因呐。所以世尊为我们显示出32相80种好，每一个相好都是善因修的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造恶业一定有恶报啊！必须要明了因果报应啊，这是真理啊，这是事实啊。吉凶祸福，贫富贵贱，天堂地狱，那是别业。个人造的个人受啊，不相同啊。水灾、旱灾、地震、战争，这是共业。共业熟的时候，灾难就来了，很难幸免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要体会到了，我虽然修得不错，别人修得不好，换一句话说了，我跟他就有共业。我要想免除共业，我一定要帮助他修好啊，岂不是啊？帮助别人就是真正帮助自己，帮助自己消共业的灾难，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呐。真正希求得福
民户啊，首先你要懂得把自己的恶念消除啊，善念呢要增长啊。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上教导我们，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观察之行啊，要行善呢、啊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所以一切时一切处，自己要勉励自己，还要勉励别人啊，劝人修善，把修善的好处告诉别人呐、啊，啊，自己修善得的果报，这是做证明啊。啊，我们在讲习里常讲啊，相随心转，境随心转，身体是最贴近的一个境界。心纯善纯净，身体一定健康啊，不会生病啊。病从哪里来的呢？病内有贪嗔痴慢啊，贪嗔痴叫三毒啊，什么毒？病毒啊，这三种最恐怖的病毒啊，你里头有啊，啊，外面呢五欲六尘的诱惑，内外交感，你的病生了啊！这个是一切病痛的根源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！所以自己要断贪嗔痴。把里面的这个病毒消除，外面呢那个风寒的感染，你自然就有抵抗力了，有免疫的能力了，啊，不会受外面的影响了。消除冲突，祈求和平，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啊！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戒杀啊，决定不能杀生啊！啊，不要以为我大他小。啊，蚊虫蚂蚁很小，啊，随便杀它，它也是一条命啊。今天你大他小，你可以欺负它，死了以后要知道有来生啊，有六道轮回啊。佛在经上讲啊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这个仇恨越来越深，生生世世，你说彼此都苦，何必呢？啊，又何况在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知道染污非常严重啊！啊，地球生病了，社会生病了，
尤其这些动物，啊，包括海洋里面的水族，都带有病菌，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病从口入，啊，你常常喜欢吃这些东西，你哪有不得病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选择素食，保护自己身心健康啊！啊，这是真正爱护自己啊！那么对这些动物，你又真正做到了无微不食，啊，无微不食的果报，健康长寿啊！我们希望自己健康长寿，也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健康长寿。啊，希望别人不伤害我，我首先不伤害一切众生。啊，种什么样的因，得得什么样的果报啊？那也许有人问，我以好心对人，人家以恶意对我啊！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有没有做错呢？给诸神没做错。我以善心对人，是我在这里种好因；人家以恶意对我，是消我过去生中的业障啊！所以顺境善缘，长我的福慧也；逆境恶缘，消我的业障啊。人生在世啊，第一功德是要懂得化敌为友啊，如何能把我敌对的冤家对头啊变成朋友啊，化冤为亲啊，化恶为善，化迷为觉，化烦为圣。哎，这个就是圣贤事业的乐趣，他乐此不疲啊。啊，所以他的志天天在高啊。他的灾啊，凶灾啊，天天在减少啊。啊，真的是消灾啊，增福啊。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心地到清净，清净一定的程度，会突破时空界限，他的活动空间扩大了。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般人这个活动的空间三度空间呢，它能够突破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，它的生活范围比我们大啊，它能够跟天地鬼神往来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科学家讲，不同维持的空间
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。所以真正觉悟的人，世间人眼光来看，哎，他们很了不起，他们能够牺牲奉献，舍己为人，这是世间人眼光看的。而且他们本人呢，没有这个念头，是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自自然然。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一切众生跟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，对人好就是对自己好，爱人是爱自己，敬人是敬自己，帮助人是帮助自己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觉悟的人，他这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跟我们一般人这个观念就不一样啊。我们一般人生活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为我活的，为我，为我家人活的，这个心量很小啊。觉悟的人，我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界，是为一切众生活的，没有我。是为一切众生服务而来的，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起心动念啊，言语造作啊，念念都是为社会为众生，没有想到有自己，自己的心跟虚空法界合而为一，自己的身跟一切众生合而为一，不一样啊。这个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，他会善用这个工具，为大众造福啊，为大众消灾啊，怎么会去伤害众生呢？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知道一切众生心性本善啊，所以教学的目标没有别的，帮助他回归他的自信，回归他的本善。他的本善在啊，没失掉啊，只是他迷了，迷而不觉啊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帮助众生叫破迷开悟啊，悟了之后，他自信的本善，自信的良知良能都现前了，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没有两样啊，所以叫心相近啊。佛菩萨教我们
消灾习难的方法。我们常常看到经典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多念观世音菩萨，多念阿弥陀佛啊，于是我们就听到了天天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啊，灾难消得了，消不了的，没消掉啊。这样说起来，这佛在经上讲的话不灵了吗？不是佛在经上讲的话不灵，是我们错会的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念口念啊，心里头没念啊。你看那个念佛的念字，念字是精心啊，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有观世音菩萨，灾难就没有了啊。为什么？观世音菩萨什么？是大慈大悲。你的心是大慈大悲，哪来的灾难呢？啊，所以念佛那个念下的精心，你现在的心是大慈大悲，你现在的心是救一切众生的苦难，要救一切众生的苦难，你还能害众生吗？这叫念观世音菩萨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用这个佛号啊，把自己的大慈大悲的心唤醒啊，唤起来啊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呢？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，无量智慧无量的福德了啊。你要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布施供养给一切众生，灾难才能消除。念佛号念菩萨名号你要会念，你不会念有口无心啊。古德常常说啊，心念弥陀口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你不会吗？为什么不会呢？你没有遇到了好老师教你啊，道听途说把意思错会了啊，以为口念就有效了。所以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一开头，佛就教我们啊，你要想学佛，第一桩事情从名思受戒啊。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你要跟一个好老师学习，你要听这个老师的教导啊。名思不是名气很大啊，是他真正的明白事理啊。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啊，这样的老师找不到，至少要有修有学学是解，修是行，要找行解相应这样的老师。
你就跟他学，就不会错了。啊，学习要全方位的学习。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啊，老师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啊，对于宇宙人生，对于一切人事物，他是怎么个看法的？从这里学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。细心观察了，你才真正能学到啊！啊，然后他所说的、所讲的，跟他两个对比呀、啊，在这里头啊，你才能学到真的东西啊！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啊，自己的矛盾冲突解决了。身心和谐，健康长寿啊，这是果报啊！啊，那么进一步帮助社会大众啊，今天对社会大众要用深度的感化教育啊，感化教育里头。最重要的身教啊，啊，要有真的智慧呀，真的德能呢，真的慈悲呀，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啊，你才能感人，才能帮助人回头。今天社会大众犯的什么毛病？啊，首先，这个从小养成一个错误观念，竞争。啊，那我们怎么教呢？我们教忍让。啊，那么社会大众。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我们怎么教他呢？我们叫戒减一直做下去啊！啊，要知道三年五载收不到效果啊，什么时候看到效果呢？十年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他回头了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有明显的对比啊，看到你智慧高、德行高啊，受到社会大众的敬重啊。健康长寿啊，这最羡慕的。今天的话说，你要拿出证据来给人看，拿出成绩来给人看。无论对自己，对家庭，对社会，对国家，对世界，道德重要啊！啊，伦常道德啊，这个是对治先前社会病痛的一副良药。所以我过去常常讲啊，我学佛这么多年，许多人问我
别是一些同学朋友啊，问我佛法到底讲的是些什么，我告诉他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总的归结起来，给我们讲三桩事情。啊，第一个，人与人的关系；第二个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；第三个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啊，天地鬼神就是科学家讲的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你明白了，通达了，就叫你做佛菩萨。你要是迷惑、不明了、不通达，你叫做凡夫啊！所以，通达的人，他随顺事实真相，他不会犯错误啊。不明了的人，随着自己的贪嗔痴慢，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往往把事情做错了，招来的灾难啊！啊，灾难本来没有啊。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一开头讲啊，祸福无门呐、啊，为人自招啊，是你自作自受啊，这个没法子啊。啊，随印光法师常说，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学佛就学智慧。学觉悟啊，我们真正想求智慧、求觉悟，要从哪里做起呢？首先要懂得防止邪知邪见从这里做起啊。那当然，首先你要有能力辨别正邪善恶，你才有能力防止邪知恶见呐。啊，能防止你的真诚心。才能够保持，永远保持真诚啊！要立行道德啊，道是圣人之道啊！啊，圣人之道就是伦常。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世界、对一切众生，要尽到自己的本分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呐！自己这么做，还得全心全力帮助别人。啊，去影响别人。要知道，世间人啊，一成不变的好人少，一成不变的坏人也少。大多数的人啊，都是可上可下了，可好可坏呀。所以，教化。比什么都重要。
啊，中国，你看看，这个古老学记里面讲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呐。啊，要想求消灾免难，化解冲突，真正落实和平，只有教育，啊，道德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能够办得到啊！啊，中国古代帝王施政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就是把教育办好，啊，他就成功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